想这两件事情不见得有竟然的相关了哈。那以本部的态度就是，哦，应该就是科学的证据嘛哈，国际的标准，那以食安为第一优先做考量。嗯。市长有另外有说，欧盟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病毒株，公卫官员就担心说美国疫情会在耶诞节还有新年假的时候再爆发。那我们有把握度过我们的春节考验，会不会又再是另一大考？我想这样的一个 Omicron 的一个新型变异株对全世界的疫情都是一个考验，好，那我们只能尽力把相关的接手好，好，那防疫旅馆好一定要彻底的改善，好，那相关在居家的时候电子围篱还有相关的关怀都要把它做好，希望能够把它做好。